咱们今天我很开心，因为我今天要去约会了。我大概3-4年都没有去约会，但是你们不要想太多啊，当然是和我老婆一起去，而且我带你们去，我们走吧。哦，对了，去约会一定要穿得好看一点，不能像我这样大大咧咧的去。我们看一下我穿什么，怎么样？再换一个吧。啊，穿衬衫比较适合去约会，但是有一点冷，我们再穿一套外套吧，这样才是对的。大家也要记得保暖哦。你们也知道，我老婆有时候啊，怎么说呢？有时候她就是和别人不一样。我是福泰。耶！这个火车好晃啊，好晃啊！这个风很妖气，是妖气的风。他居然约我在超市里面约会，只有他能想到这样的地方约会。哎，已经到了。你刚刚才到啊？你知不知道你作为一个德国人怎么可以迟到呢？而且为什么这里还有一个人啊？我们不是两个人约会吗？哎，超市里面除了泡面还要吃什么？什么泡面？除了泡面还能吃什么？你说河马吗？对啊。他们里面怎么可能只给你吃泡面？就是我不懂你为什么要带我去超市里面约会啊。我今天想吃龙虾、蟹、鱼，还有虾。我就这个，跳得快，就这个，跳得快。面包蟹，多少钱一斤？59.9。59.9，三个人，够吗？差不多，你觉得？够的。我们品种多一点，好吗？好的。哎，这个你看。这是大竹笋，99.99一斤。哎呦，你看它活的，你看。这本来就火了，这是小竹笋。你看呀，它会动哎！哒哒哒，还有鱼，走，吃皮皮虾吧。我真的很讨厌皮皮虾。为什么？你们看过那个网上的苦的要死的表情包？我老婆还觉得搞笑。喜欢海鲜的人，这里真的是你们的天堂。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德国人，我以前不怎么喜欢吃海鲜，但是在中国我学到了，海鲜真的很美味。哇，这是什么？醉蟹。Nice。你知道，就是我小时候，你知道一个醉蟹配一碗白粥，早上吃。哎，我们看一下我们要怎么加工，要那个豉油元气蒸呢，还是蒜蓉粉丝蒸呢，还是姜葱炒？我觉得蟹就姜葱炒吧，鲍鱼就蒜蓉粉丝蒸。中国的超市是不是跟德国的完全不一样？你在德国也待了2年差不多。哦，那是我们中国的超市绝对秒杀你。你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？第一，我觉得生鲜的东西你们那里太少了。我们那边绝对没有，我们那边有一些，比如说做好的肉圆什么的，他们放在哪里你就可以吃。但是绝对没有这种，你买新鲜的，然后他们还帮你代工做。第二，高科技。高科技刷脸，他们那边绝对不行。我还记得我们在德国的时候，有一些超市他们刚刚开始接受信用卡。三东西我们中国的最多。对，我们德国人在超市里面主要是奶制品，香肠，就是肉类的东西，还有面包、面粉，没了。
差不多了，那我们再去买点东西吧。我们现在给你们看我们每次去超市必定要买的那些东西。车厘子，我最爱的水果，哦，又甜又嫩，这个肉又多。 Cheese， 我的最爱，而且现在在中国超市什么 cheese 都能买到。河马大米，作为一个中国女婿，我现在两天不吃饭，我的胃就有一点不舒服，所以一定要买他们的米，又香又糯。嗯，这是他们自动配送，像我老婆一直喜欢在网上买，然后他们就会这样配送给她，神不神奇？好。现在我们要自动买单，而且这里还可以刷脸买单，看一看我的脸够不够帅。Hello， 你好，怎么弄？你好，是吗？我们这两天搞活动，天天大促销，买一送一很多的，买一送一，对，什么送什么？很多的水果，有苹果，有橘子，有柠檬。看一下这个特价，原价是80几，现在是59.8。开心吗？开心的。你们看看，我老婆就是一个上海阿姨，很典型的上海阿姨，哪里有优惠她就来哪里。哎，你们双十二有什么活动？10到12号三天当中买一送一，还有限票有活动，还有 APP 上抢购。好，我们付款。现在最神奇的来的就是刷脸支付，对不对？对。来，我要刷脸。哎，你不行，你不行，扫不出来。只要在大陆实名认证的都可以，估计你是不行的。哎，有啊有啊有啊！在这里再刷一次脸。长得太漂亮，刷不出。哎，支付成功！哇，神奇吗？神不神奇？这个在你们德国肯定都没有。这是您的小票啊。好的好的，谢谢。好了对吧？嗯，好了是吗？好的，谢谢。好，谢谢你啊。啊，不要紧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Thank you.